中了昼夜六时出寒窑。
我是说无念界的不多。
是苦涩的，我若但艰难行走，我已记住我所做这里，我若有人以花言尽花言谈花言语见阿弥陀佛，或者是主人等级的不对，尊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离比国土若一真若尽真若当生是不舍离，我住三难自三离，人若有心则应当花言成彼国土舍离，我如我今则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并诸我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是言释迦牟尼，我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离娑婆国土，作二世界，作见，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众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界难行之法，舍利弗，当知我于无作二世行是难施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界说是难行之法，是为甚难佛说是经已舍利弗，记住比丘一切世界天人阿修罗等闻佛说说欢喜行受作礼而去，佛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揭陀耶陀帝耶他阿弥利陀婆毗阿弥利陀悉檀婆毗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陀伽帝利伽伽那智多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揭陀耶陀帝耶他阿弥利陀婆毗阿弥利陀悉檀婆毗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南无